大家早上好，我的名字叫杨艳艳，我先祝马华工会60岁生日快乐。在人生当中呢，有几个60年，所以能在这里给大家祝贺，这是我的荣幸。刚才看了表演，还有录影、访问，还有历史的片段之后呢，我心里头是非常非常的感动，所以我也要借这个机会感谢马华工会的我们的先辈们，还有在场的领袖们，还有所有马华工会的党员们，为我们华社所做出的贡献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那我们年轻人呢，做事情呢，通常比较冲动，所以呢，对国家的一些制度的一些不满呢，就宣泄在去年的选票上了。这里呢，也要请领袖们多多包涵。可是，作为我这一代的年轻人呢，我相信我跟我的同学们呢，我们都不太清楚马华的一个奋斗史，所以我今天看了之后，我非常非常的感动。所以我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，我想建议，如果我们能够有。啊，原来你在这里呀！你好，你好，你你好，好，你好！你好，你好啊，今天党庆吗？啊，是对对是是。对，哎呀，我闻你闻很久啦！你吻我？啊，对呀，我从里面闻你闻到外面，啊，从外面闻你闻到里面，从上面闻你闻到下面，从前面闻你闻到喂，啊。你闻够了吧？你再闻我报警抓你啊！哎呀，我吻你呀！广东话，你问你找我干什么？啊，找你今天表演吗？演相声呐？我跟你演啊，相声？对呀。不是不是，我今天的搭档是梁振康，不是你，不是你哦，可能你不知道啊，这怎个么梁了？振康今天有事情不能来。是吗？都没跟我说。对呀，所以他把这个相声啊，撒给我了。撒给你？啊，撒给我了啦！相声也可以撒给人的吗？哎呦，马来西亚什么不能撒？是这样吗？啊，对对那对！你我我你啊，你是谁呀、哎，等一下，哈啊？哎，哈，我认得你。认得我？啊，你不是拍那个电影那个118？是881。啊，对对对对，881哎，啊，你在里面对。演那个什么角色啊？那个角色叫名字叫，大木瓜，没错，哦，就是没你错，呀，是，那就啊，是前我，就看是后我。看上看下看，没有一边像木瓜，这我要说了，啊，这角色呢，有些东西是要用心来看的，哦，对肉对眼对，是看不见的，啊，这个大概你不懂吧？行行行，哎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到底是谁呀、啊、你？啊，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承包商。承包商，啊，我是承包商。承包商，那你什么承包商啊？啊，这样啦，我有一个名，现在很多人有这个 Flansley 啊，对，阿丽斯利啊，对是，啊，我承包商也有一个英文名，叫什么名字？叫做罕布朗萨。罕布朗萨，啊，罕布朗萨，这个名字有点长啊。我这个名字很长哎，啊，啊，是，我有简称啊，简称，啊，什么简称啊？罕布朗萨。对，简称罕萨，罕萨罕萨，说的罕就是我啦！哎呦，站远一点，啊，罕萨先生，啊，你真的是什么都上？哎呀，我什么都承包啦！真的？啊，对，那你建屋子你上不上？建屋子呀，对啊，还上？上？这个屋子建好好的，有嗯哼，钱赚；对，这个屋子建一半跑路了，也是有钱赚。我的妈呀！那你建马路你上不上？我盖马路啊，对呀、啊，马路铺得平平的有钱赚，当然了，铺到凹凹凸凸有洞有洞也是有钱赚。哎呦，头晕。那桥你上不上啊？我桥啊，对呀、哇，讲到这个我就很爽啊。嗨，那个桥哦，挤挤的也是有钱赚，哎，弯弯的也是有钱赚，哎呦我最的妈！爽哦，cancel 了我赚更多啊！你呀、啊，那你是说新山这条桥是你上的吧？
这个东西天机不能泄露。哎，是是是是是，这我不问了。啊啊，罕布拉萨布先生，啊、你真的什么都罕萨？没有，就是不一定啦，就是东厂我都萨了。啊，那我问你，电灯塔你萨不萨？萨。挖龙膏你萨不萨？萨。洗厕所萨不萨？萨。生孩子萨不萨？萨。萨你的头啊！萨我的头，我的头才不要给你萨。我都没有那个 spare part 怎样生孩子？你看你这 spare part 这么大，怎么生不出来啊？这个油来的吗？这是油啊！啊，罕布拉萨先生。是。嘿，那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会来萨这个相声呢？情况是这样啊。其实我是不需要沦落到来演相声。哎呦，你说相声是沦落啊？这不能讲，不能讲。这个啊，你不是知道我承包了一个大工程？哎。啊，前两年你不是知道吗？对呀、啊。马来西亚有把那个太空人啊，太空人送上太空啊！啊，对对对对，我记得去了、啊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把太空人送上去。没错，我们送了。对对对，送下去做什么？哎，吃喝拉撒睡吧。啊？除了吃喝拉撒睡，他要做研究。研究啊？做研究啊？对呀、啊。做什么研究？哎呀，他要写 report 吗？要写 report， 对，我就研发了，你看看。哎，如果要写 report， 对，他要用什么笔？通常我们用原子笔。错了。错。这个圆珠笔啊，它在地球、啊，因为它有地心吸力，它这个水流得出来，没错，写得到。对对对。这个外太空它没有地心吸力，这个水它流不出来，它写不到。啊，没想到你这个行上、啊、还有点道理啊。所以我就发明了一种笔。发明了一种笔啊，研发了这个笔，太空可以写，高科技产品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大工程啊。那到底是什么笔啊？这个笔啊，哎，叫做铅笔。我的妈呀，铅笔啊，就是考 SBM 用的二 B 笔啦。铅笔需要你来发明吗？哎呦，人家不能卖，我能卖吗？那你这铅笔卖多少钱？这一支笔啊，哎，18888。什么啊？那你本钱多少钱？2块钱。本钱2块钱，你卖18888。哎呦，人家的啊，这样子啊，一点点也卖这样多，那个是 import。嗯，我这个是 export 到太空嘞。中国不能卖这样贵。是是是，那你不是发了吗？对，是发了。对呀、啊。那你怎么沦落到要讲相声呢？后来他没有来拿。啊？订了2B 铅笔没来拿、嗯、那是为什么？换政府了吗？换政府、哦、没来拿，没有来拿了，原来是这样，就来演相声啊。那你到底是怎么从梁振康手上送到这个相声的啦？情况是这样，哎哎呦，那天我去找梁振康啊，哎哎哎，他赚很多钱啊。是吗？啊，那个屋脊好大好大间哦。怎么大法？这个屋脊里面啊，哎，有16间房。16间房啊。哇，外面有那个八卦喷水池，八卦喷水池，游泳池，游泳池，小型高尔夫球场，小型高尔夫球场啊，外面还有卖沙爹嘞。哎呀，卖沙爹，这太耳熟了、啊、耳熟。对呀、啊、好大好大的屋子。我就看这个屋子、哎、哇，听说这个6000多万盖的房子、啊、6000多万。我一看，哎，奇怪嘞，怎么这个为什么没有门啊？没有门啊？什么是没有门？这个屋子没有门啊？没有门？哎呀，问不到门啊！啊，没有门呐、啊！对呀、啊，这个没有门我就奇怪了。哎哎，我发现呢，这个墙上面有一个裂痕。6000多万的房子竟然有一个裂痕啊！哇！你知道为什么有裂痕吗？为什么？答案只有两个字。什么字？天意。天意。啊！是天意。裂痕我一看呐、啊，哎。里面有一张纸，那纸条写两个字，写两个字，承包工程，哎，请走后门。原来6000多万的房子没有前门，只有后门、啊、那你怎么做啦？哎呀，走后门就走后门啦、啊、我又不是第一次走。哇，到后门一看，哎呦，人山人海哦，人山人海啊，看来走后门也不小哦。那全世界都走后门啊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哎、我就进去之后啊，哎，我就经过一个走廊，嗯，喂，怎么我就看啊，这里一个洞，那里一个洞，旁边一个洞，后面一个桶。你是说一个桶一个桶一个桶、啊、一个桶，全部都是水？全部都是水啊？难道是那屋顶漏水吗、啊、
知道为什么六千多万盖的房子会漏水吗？不知道，为什么？答案两个字。什么字？天意。又是天意。我进去之后一看啊，哎，走着走着，怎么？这个屋脊很奇怪。怎么奇怪法？这么大间的屋脊，它没有窗口。六千多万的房子竟然没有窗口。知道为什么没有窗口吗？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它见不得光。原来是这样，没有窗，见不得光。哎呀，看来大家的屋脊也没有什么窗口哈。就不能乱说啊！这里有一点点窗口，一点点而已。我进去之后啊，我看那个厅，怎么了？哎呦，那个厅好大。怎么大法？很大。怎么大？这个厅很奇怪。怎么奇怪法？它有一张桌子。桌子。桌子好大好大。怎么大？又高又大，这个礼堂这么高这么大，有多高？这么高？这么高啊！这个所有的活动啊，怎么样？我们都在桌子下进行。等一下，这个我懂。啊，什么？这个叫 under the table。哇，哇，你也懂哦？懂一点点，懂一点点。有潜能哦。哎呀，我就去那里了，我们就谈啊，很多朋友啊，就聊。口渴嘛。是。就要喝水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这个梁锦康很吝啬。怎么吝啬法？他不提供饮料。不提供饮料，真吝啬。他要我们自己买。自己买。而且这个饮料只有一种。他提供什么饮料？戈壁。戈壁。哎呀。所以我们要带很多镭咯。等一下。啊。这个我又懂了。我又懂了。什么呢？这个叫戈壁镭。啊！哇！北派，北派。哇，又懂走后门，又懂 under table， 哎呀，失敬失敬，又懂戈壁镭，你也可以 stop 了啦。不要啦，我不 stop 啦。我其实在路边听到全世界人都在谈这个事情啦。啊，所以啊，我进去后来杨景康出来、哎，我就走进去，原来要来 stop 这个工全不止我一个。是吗？还有两个。谁？大马这个相声家，哎，苏维盛。苏维盛。还有他的李这个学生李杰尔，李杰尔也来了啊！叫我第一个进去了。哎，哎，杨景康先生你好。哎、啊，你好你好。哎，您哪位啊？啊，江启，我先自我介绍。哎，我叫韩不朗少，简称韩少。韩少啊啊啊！韩少先生、啊，我能帮到你什么？我听说你这个五月十号不能去演出啊。哎，是、啊、是、啊、是、啊。我想说，能不能把这个演出？shop 给我 shop 给你啊 shop 给我啦 shop 给你、啊、可是 Ham Shop 先生、啊、你的华语你的口音哦这个我知道、哎、我的这个法语不是很好啊，是你法语有点问题、啊、所以因为我这个法语不是很好、啊哎、我就想说我这个收费就不要那么贵，那你要收多少钱呢？ 啊一场就收你五十块。五十块，五十块是有点低啊！那你五十块，你会怎么用呢？这么少啊？你不是说我法语不好吗？对呀、啊啊，我拿你五十块，我就去学法语。哎呀，勤奋好学，不错不错，我考虑考虑啊，我考虑考虑谢谢啊。说完以后我就出去了。啊，出去之后就到那个苏维盛进来了。苏维盛进来了。哎维盛，你好你好你好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哎哎，什么时候长头发？这个生发水有用啊。哎。最近听说五月十号有个演出哈，是是是，你不能演吗？对啊，没错，我很久没有演了啦。啊，嘴痒了。啊，嘴痒了，这样吧，我带你演。你带我演啊？哎呀，那你这演出费你想收多少钱啊？那么熟了，一场哎，收你500就好。500块啊？你苏维盛演了十几年，老经验了，500块，公道公道。可以啊。哎，不过你让我考虑考虑。好啊，让我考虑考虑。考虑好了给我打电话。没问题。没问题。说完以后他又出去了、哎、第三个进来了，苏维盛的学生李杰尔。李杰尔来了。哎哎，梁老师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梁老师，你是？我是李杰尔。哦，李杰尔，苏维盛的学生。对对对对。你好，你好，你怎么了？怎么来我这里？什么事啊？最近很乱哦。是有点乱、律师楼生意不是很好。真的吗？很乱，应该很多人告才对呀、啊。赚一点外快。哎，听说老师五月十号不能演出。没错。啊，我想说，我带老师去演一下。哎，这样啊？那你演出费想收多少钱？啊，老师，你哎呀，你都前辈了，我收不多。哎，一场我收你1050块就好。什么？啊？你老师才收我500块，你要收我1050，你以为你是谁呀、啊、你啊？你先不要动火。哎，听我把话说完。那你说，这1050块？嗯。500块
给你。哎呀，这怎么不好意思，老500块给我。啊，500块，我自己拿。500块你自己拿，500块给我，那不错，那剩下50块你怎么用啊？50块啊？哎，叫含沙去盐呐。什么？你这分明就是贪污嘛！这个不叫贪污，那就叫什么？这个叫天意。我去你的！真是。